大陪审团裁定华裔警员梁彼得过失杀人罪成立的消息，昨晚占据了所有纽约媒体的头条。主流媒体《纽约时报》、CNN 都用了"十分不寻常"、"罕见"等词语形容这一裁决。《纽约时报》报道指出，在纽约市，警察因在执勤中杀人而被大陪审团起诉的案件少之又少，被判罪更是罕见。就在梁彼得案发生四个月前，史丹顿岛的烟草贩加纳在遭到白人警员锁喉式的暴力执法后死亡，并没有一名警员被控罪。同时，《纽约邮报》也大篇幅报道了全美最大的警察工会 PBA 对这一裁决的抗议。警察工会 PBA 主席林奇说，这个完全错误的裁决将一个悲惨的意外定为犯罪，会让冒着生命危险打击犯罪的纽约市全体警员感到十分心寒。梁彼得被定罪的消息传出后，在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热议。多数网友都对这一裁决表示质疑，认为梁彼得成了警民冲突、种族矛盾的替罪羊和牺牲品。